马卡龙大家都吃过，那你没有看过它的诞生吗？泰嘎后矮黑梅森，今天要分享的是位于台南振兴街的13马卡龙专卖店。他们家的马卡龙都是手工制作，因为实在卖得太好了，也很多店家要跟他们合作，所以几乎每天都是新鲜出炉哦。马卡龙做工繁琐，也很需要经验，他们也是用了好多年的累积，才有今天那么美的成就。13马卡龙的口味多达数十种，偶尔还会有限定口味，而且食材都是老板亲自去挑选的哦。一口咬下，融化在口中的感觉绝对是顶配。他们的店名13也是一段故事哦。那你们知道为什么马卡龙又称为少女的酥胸吗？拜拜。